近张子枫凭借快把我哥带走大火了一把，不知道在2020年回归唐人街探案三的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依稀记得张子枫还是那个唐山大地震中扎着两个小辫子黑黑的小女孩。2009年的张子枫只有6岁，是史上最小的疯女郎。当然张子枫在影片中的表现没让人失望，抬头看人时眼睛里透着的小胆怯，坐在床边发呆的模样，满身脏兮兮站在雨中受伤痛苦的神情。小方登的演技爆发力是惊人的，连导演冯小刚都夸他小小年纪就是戏疯子。张子枫凭借唐山大地震获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是该奖年龄最小的获得者。张子枫5岁出道，这部电影算他进入娱乐圈的敲门砖，他的演技在一个个角色中被不断肯定。在2015年的唐人街探案中，他饰演少女斯洛开始为人熟知。张子枫在这部电影最后的那个眼神让很多观众认识了他，当时很多网友都表示有被他的眼神吓到。2017年张子枫荣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特别授予的五四优秀青年称号，关晓彤和张子枫同为红星出道，可是演技却能被张子枫秒成渣渣，两人的口碑也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以前关晓彤和很多娱乐圈大腕合作，获得了一个国民闺女的头衔，也赢得了一大片粉丝的关注，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网友都开始讨厌关晓彤了。